啊、哦，那个左腿啊，有点拉紧的感觉啊，有点拉紧的感觉，有点拉紧的感觉。我看那个大雕像，他们在加长那个腿啊，腿啊比原来搞得更长了啊。腿比原来搞得更长的啊，搞完左腿以后，再搞右腿啊，搞得更长的啊，更长的以后让那些啊，本来还有点半信半疑的人呢，让他们连半信半疑的机会都没有啊，连半信半疑的机会都没有，所以呢。重新再加高啊、哦！重新再加高啊、哦！重新再加高，重新再加高啊、哦！哎，再加高，加得更高一点啊、哦！加得更高一点，加得更高一点以后，让人们呢，本来有些人可能有点疑问、疑惑啊、哦，或者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。现在再高了以后，让他们就感觉到想反驳，或者找个借口，哎，这样都把他们把这些路都堵死了啊！那把这些路都堵死了啊！当然了，在这之前呢，我们一起讲了，外星人正在一步步减弱。地球上啊，政府的控制力啊，一步步减弱政府的控制力啊，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以后，吧，突然冒出来，而且冒出来的时候比原来更高大啊。说这么一来的话，那些不幸的人的话，本来可能还可能有点不幸的人，搞得这个好像不幸也不是，幸也不是啊。至少搞到最后，他的原来内心那种固执，就会崩溃掉，慢慢崩溃掉，让他是这么个情况啊，目前看的这么个情况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